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狐狸菜。最近呢，这个股票又了钱，老婆不赚钱，小孩爱花钱，所以呢，今天只能够来菜园呢摘一些菜，看能不能贴补家用。好，那今天要摘什么菜呢？各位看一下，今天我们要摘的菜大概第一个就是这个红叶的白叶 A 菜，这个大概都已经可以采收了，直径大概都已经有25公分了。好，那因为缺钱缺很大，所以除了这个白叶 A 菜，我们还会再把这个鹿角 A 菜也摘一摘的，这个都已经非常大了。另外还有我最喜欢的大绿妹，不能讲给老婆听，不然回去会筷子击败，好吧？那这个大绿妹呢，我基本上也大概都已经20-30公分了，都到了可以采收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采收这几样，然后等一下呢，就送到景春市场去卖，然后看一下这些买菜的阿姨啊、阿上们，对这个生菜的接受度多高，顺便看一下我们可以卖多少钱，好不好？不多说了，我们开盘，不是开盘，开干，不是，开斋了 ，check out。鲜甜多汁的白叶 A 菜，我们包的炒米饭，炒肉呢，非常的棒，真的没有意义。但是可以不要卖多少钱呢？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给建议。这个至少可以包一点。基本上最多只有60点，衣服上也可以看到咖啡渣。我要感谢 Seven Eleven， 虽然对顾客也很友善，但是这个咖啡渣都没有够清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花这个鹿角叶菜。各位看到这个鹿角叶菜真的大颗，哇，这个一颗大概可以让你吃一个月都不是问题。哇，不过这个底部的烂的叶子会比较多一点。有点冷，有点冷。所以它的房价是正常的，是吧？这个生的蔬菜都是它的影响大，所以这个制作的生产呢，所以这么三批方就不一样。这个比较少，比较少吃的，应该卖不出去。营养不良的，你自己吃吧。这小细节肯定是不错。哇，这个菜，这个叶子这个是好新鲜的。好，先吃大陆妹。大陆妹叶子离地面比较高，就比较不会有烂叶。
这个这个又动了。好，等一下洗一洗，我们就送到景春市场了。对嘛，一股的台积电股价，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分享、按赞，谢谢。是安尼，唔够死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唔知家己讲，恁聪聪的想喝咖啡，安尼。